谢谢大家。有个题外话，刚才在欣赏季老师美好的翻译的时候，真的感受到看电影不要坐第一排。好的，那这首歌《和平颂》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也希望能够走进大家的心中，也希望可以走进更多人的心中。谢谢。非常感谢周深老师精彩的演唱。
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实在是有点紧张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可以的。谢谢谢谢，是非常非常感谢。通过这些年的努力，支持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多了。唱过是从无忧到无忧，倘若感动邂逅依然有泪在流、oh, 不管是否身处那山楼，世界如何虚构，今夜一笑如朋友、在变化的方舟，是这世的旅者渺小的如蜉蝣，也仰望着宇宙。看，别，别。唱过是从无忧到无忧，倘若感动邂逅依然有泪在流、oh, 不管是否身处那山楼，世界如何虚构，今夜一笑如朋友。牛腩、老姜炒鸡、西红柿炒蛋、五谷丰登、酸辣鱿鱼卷、莴笋丝。师哥看一眼我多少钱呀、啊？我有啊。咋又是你先到呢？我饿呀。哎呀，没钱。我怎么连钱都没有了？你不止没有钱，你看看你，啊，又在我这学了腾哥，还记账。你咋物业费不交？这连食堂卡也不充呢？这怎么这谁这买一啥爆盆？什么盆？打包盒。啊，打包盒，打包盆。超酷的。我说谁爆个盆啊？哎。Hello，Hello， Hello, 先生，好，来吧，五十八。哦，你有花板哎！哇，原来你是老板啊！我巧克力生意这么好。你有八百，你不早说，真正的土豪。好，那就算你五十八。好，请乘四张北五十。好，你742元。你们多少钱？我们都100多块钱。啊？
只有100多块钱的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啊？讨人厌！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老板呗？等我把那500万取出来，吓死你！你真的很爱吃面哎，白三碗。那你为什么不是800？零元，我零元。啊？零元？我也是零元，我还欠着钱呢。那为什么？你？因为你生意好吧？因为我的巧克力很受人爱戴。谁卡里一直有钱这件事就很可疑，他钱从哪儿来的？可能就是真的生意好。你看白三碗每天只外3碗面，怎么可能会有钱？你这一周赚了800，我一周只赚800，生意也不是很好哎。一个月3000多块钱呢，在推市一个月挣3000，横着走。直接往这上面，不用脱，不用脱，不用脱，狗要脱，咱们不用脱。狗要脱，走走走走，狗快来快来，我也不是狗啊，猫。哥哥，快快快抓一下，挠一下。下饭，走吧。哎，狗子，不准舔，坐。你的客户好少啊，就一个客户。是的，我刚搬进来啊，刚搬进来。这是工作室，看不下来。工作室，工作室，工作室。你不恢复好，应该就出不去了。加油！这是咋的了？这个。取消了。智能试衣间，试衣者进入试衣间，穿上数据采集专用服装后，站在镜子前完成指定动作。不是，你看这个，这衣谁能来啊？倒立啊！啊，这不男人嘲笑吗？这。Oh, baby. 先不管那事，咱先一个样样来吧。先把衣服换了吧，别犹豫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试试吧，真的甭犹豫，先把这事儿做了，就知道下一步了。谁可以单手倒立呀、啊？谁都单手倒不了立、啊。要不小郭吧？咱把小郭立起来。小宋最轻，其实立小宋最好立。也可以，那我试试吧。哇哦！哥，你一只手扶着这儿，一只扶着。哎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来，好。哎，对不起。不是，一二，哎！可以，别，好，加油，然后脚踢着这边墙就行了。好。天哪，呀，我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倒过来。对你反过来，你假装这样也行，这样是吧？这样也是可以。对，那你就说你是镜像。你认识郝宝杰吗？哦。啊！郝宝杰这个名有点耳熟，认不认识啊？啊？